刚才有人又在外面做噪音，我刚翻到一页。2019年3月19号，星期二的下午。OK，我刚翻到一页，感到奇怪。18:07，3月19号，Tuesday afternoon, 2019。刚翻到一页，感到奇怪，这页怎么是合上的？这页整个是合上的，我看到没有？根本就没分开过。你看那个褶皱。根本就没有分开过，怎么我父亲翻字典，可能不分开这一页呢？不可能的，这点是我撕开的。刚才我在想把它撕开，然后感觉不对，接着外面一个人做噪音，在 Creighton Road 上面，马上立即做噪音。你看这一页整个没分开嘛，整个这是印刷的东西没有分开哦，454页、451页。这个上面是我刚才撕开了一点，我感到没对，又有人做噪音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，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去，大概是往西边去了。骑摩托车的人又做噪音，反正干正事在这里呀，那受干扰。看这点是我上面是一点，有几毫米。大概5毫米到1厘米左右，是我刚撕开的。后来我感到不对，怎么看到这页是合上的？又人在外面做噪音了。这个地方是合上的哦，完全是印刷的时候、包装的时候是这样。不可能，我父亲翻字典，又有人做噪音在那边。刚过去，18:09，字跳了一下。刚18:07的时候，18:09，看，这整个就没有分开嘛，这一页，不可能我父亲学习这一页又没翻到，不可能的事情。那这字典别人换过，就是别人换过，那整个重新印刷了一遍，装成那个旧的字典。至于这上面怎么标的，它可以冒仿，或者是他换了以后我才写的。字典被重新换过一两次以后我才写的，那以前的字典刚收到以后不久就被撕得稀烂，撕成好几块，还不是这比这个状态都要差，撕成好几半，好几个部分撕开。当时我就照了相的，我以前照了相的没有录，看到没有？那前些年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附近寄来的字典全部撕坏搞坏，被换过又，有人在，哪一个人在做噪音？畜类，有几个人是畜类，故意做噪音的畜类。